同学们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以这个月季花啊，粉红色月季花啊为主，讲讲粉红色花的画法。这个除了粉红色月季花呢，还有像比如这种深粉红色的这种啊，牡丹呐，这个玫瑰，其他的这种花，我要再一起讲一讲啊。同时，今天呢，我们也讲一讲这个关于双钩陌骨啊这种艺术形式的问题。啊，就工笔画的画呀，统称工笔画的画，但是它并不是一种表现形式。这里边有我们叫称叫双钩啊，还有陌骨这两个大的类啊。那么现在我的作品里边呢，经常有时候是双钩和陌骨相结合的画法啊。比如我们今天我们画这个幅的这个泛画啊，像这个月季双蝶呢，前面的花啊、叶子，包括重彩的这个竹子，都是双钩画法啊。后边竹叶啊，下边的竹叶，这是陌骨画法啊。陌骨画法呢，它比较呢轻飘啊，比较呢虚一些啊。我正好用它表现远景啊，用这个月季呢表现近景，这样造成一种空间啊，造成一种意境吧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谈一谈啊双钩和陌骨这两种形式的问题。这个徐熙、黄泉啊，这两个人呢，可以说是我们画花鸟画啊，这个我们的祖师爷了啊。他们是五代的人，五代呢是在唐以后啊、宋以前啊这个短暂的时期。实际上，在这个时期呢，花鸟画早就诞生了，那甚至唐以前已经啊早就有这个雏形啊。那么到唐代的时候呢，就逐渐的形成一个单独的画种，像当时的编鸾呐、薛稷啊，就单独啊。以画像编鸾啊，画孔雀啊，有这个记载。薛稷呢，画仙鹤。但是到了五代的这个时候啊，画鸟画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时期啊。这儿出现两个大家，那么一个呢叫黄泉，一个叫徐熙。历史上呢，画上称作徐熙野艺啊，黄泉呢富贵啊，皇家富贵啊。这个徐熙啊，是江南中陵人啊。这个他呢是一个江南布衣，布衣呢就是不是做官的啊，不在花院里边。他呢是一个叫啊江南处士啊，就是一个在野的一个文人啊。他呢就喜欢画些野花野草啊，像那个野竹啊，这个药苗啊，是蜂蝶呀 啊这些东西。那么黄泉，所以叫黄泉富贵呢，因为黄泉呢是四川啊，就是四川当时叫孟蜀啊，徐熙呢是当时的南唐啊，这个不同的地方。他呢是在皇家花园里边啊，从一个小的呆照啊，一直到那花园的主事，就像院长一样的。黄泉画的东西呢是宫廷里边的啊，像珍禽异兽啊，奇花异卉。装饰宫廷的时候呢，他画的很富丽啊，很漂亮啊。所以他的风格呢就叫皇家富贵啊。那么徐熙呢画的是野外的东西啊，野艺的东西，很飘逸啊，非常这个潇洒啊。所以两个人呢生活不同啊，他的画的用处不同啊，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。一般呢我们就说黄泉的风格呢是双钩法啊。双钩呢就是说用这个画画的时候呢，把它轮廓线勾下来以后呢再填彩啊。一般的如果线啊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啊，不被颜色压住啊。如果压住以后呢，也要再用颜色线再把它再勾勒出来，再勒一下啊。那么徐熙呢啊，据说啊，有的说呢他是勾勒法啊，但是也有人说呢他就是说先用啊墨画，然后再用杂彩再补助它啊，或者说落墨为格啊，杂彩复制啊，这种说法很多。但是呢非常可惜，就是说呢徐熙的真迹啊我们见不到。黄泉呢还有一幅真禽图，徐熙有几幅画呢都是传啊，说是他的，但是又不是很确定的。那么总的呢就是两种倾向，一种呢好像双钩，那么一种呢徐熙呢好像就是比较啊那个线呢不是那很